日前，鹿谷乡永隆凤凰社区105年度春茶赛成绩出炉，其中优秀的鹿谷茶农林宪正、林伟信再度脱颖，荣获洞顶茶王奖。这边吼，足欢喜的，我搁得到淡定茶王，这边是阮的第九遍，吼，即我感觉讲足荣幸的，来得到这个奖，即嘛足欢喜的，讲啊，阮爸爸咧教我教，吼，吼我学习遮济，吼我行茶的功力吼愈来愈好，吼，再个感谢茶农吼，搁来配合，再有遮茶友啊、朋友啊、亲戚朋友的鼓励，安尼吼，互我愈来愈进步。陈啊，落落来烘安尼，吼。茶农林宪正表示，洞顶乌龙茶茶汤滑水绵密口感，滋味深邃，呈现出传统洞顶茶回韵的特色。咱这边就着淡定地方的茶米，伊的特色就是有咱淡定地传统的风味，尤其阮伫制作的过程都做较发酵，啊，伫烘火中间嘛尽量会火烘火较饱的，所以伊特色就是咱传统洞顶诶传统淡定的特色。口味足甜甘的，伊嘛先重视讲咱当地的传统风味，所以要想要伫这场内底钓到大奖，一定要做出这种传统当地的风味才有机会。议员张志明也特别恭喜林家父子双双得奖，期盼鹿谷乡公所未来能多多推广茶赛活动，以提升鹿谷茶乡能见度。看到咱英良红红，啊，这也是我的好朋友哈，张火生张老师啊所率领这个团队，啊，今仔又看到哈，哦，连庄嘞哈，咱看到那个林先生哈，啊，咱这个茶农内底啊，过去就连庄啊哈，林先生加林伟信因爸仔囝哈，啊，我捌去过，啊，这个所在真赞，啊，因嘛足认真嘞，啊，我望讲咱较侪团体来帮助茶农发展。林宪正父子能出类拔萃，八年荣获九次的特等奖，十分不容易。而青年返乡加入茶产业的林伟信，用心研究亮丽的成果，殊为茶乡子弟未来奋斗的楷模。议长何胜峰赞许林宪正父子的用心，将鹿谷好茶推广到世界各地。民新闻马延达鹿谷采访报道。